休全弟兄安息礼拜，11月21日晚上8点，九龙殡仪馆305圣光堂，唐大卫弟兄安息礼拜，11月25日晚上7点半，九龙殡仪馆地下景贤堂。嚟紧12月3号有夫妇同乐日，邀请各位老公同埋老婆一齐嚟啊！喺嗰日嘅下昼，我哋开开心心一齐玩，晚上轻轻松松食翻餐，记得预留时间参加。详情请留意公布。弟兄姊妹嘅奉献可以透过转数快、PayMe、网上银行、缴费零或者柜员机直接存入教会嘅银行户口。提提大家，记得将你哋嘅姓名、奉献类别透过 WhatsApp 或者息奴通知我哋，电话系53807272，详情请大家参阅教会嘅网页。